今天带大家来尝试雪隆坊必吃的道地美食，就是猪肉粉啦、相信很多人都有吃过，对老板娘也不陌生了，是我太久没有吃了，又不知道味道有没有变呢，现在就帮你们尝试吧。位于是在三味门大路的一间餐厅，叫做 ROG 永丰呐。这里的猪肉粉的分量相当大碗的，也累积了很多的老顾客。这里的猪肉粉有分汤的、干捞的，还有特别版，还有一个更大特别版，当然价钱也是不同的啦。老板娘的猪肉粉的口感依然还是保持到以前的水准，肉质柔软，再搭配浓郁的汤头，让口感更加的鲜美。尤其是老板娘煮到刚刚好的半生熟蛋，吃起来超爽的，然后那个猪油渣咬下去还是香脆的，就价钱方面还是贵了点啦，但整体上的话我觉得是一分钱一分货的。还是你们吃到哪里好吃的猪肉粉的话，可以推荐给我哦，等待你们的留言。